声临其境是湖南卫视一档非常受欢迎的配音节目，目前已经录制到第八期节目了。那么声临其境第八期嘉宾有谁？小编给大家揭秘一下声临其境第八期嘉宾名单吧。声临其境第八期嘉宾有谁？声临其境第八期嘉宾名单揭秘，当观众看腻了歌唱选秀节目和各种挑战类综艺后，以演员为核心的真人秀开始走红。近期全国首档原创声音竞演真人秀声临其境火热播出，该节目以台词和配音为切入点，每期邀请四组台词功底深厚或声音动听的演员和配音演员同台竞声，自播出以来备受好评。在嘉宾阵容方面，声临其境的大咖阵容几乎能轻易秒杀多数综艺。声临其境的嘉宾不仅有大众公认的老戏骨唐国强、张丰毅、徐帆，还有演技担当新生代朱亚文、潘粤明等，他们都用声音证明了自己不但会演还会配音。第八期嘉宾名单，郭德纲、范明、宝剑锋、王烈勇、